将猛龙拆穿，瓦解古老星座，眼光太短，别再亲手框上一个圈，要把一切归类，悬挂于四端。射手的弓箭强夺给我吧，划开世代防烟花，让摩羯白羊全部释放吧，怒奔于荒野，原因给这下。Try me out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好传媒 Playful Media 嘅娱乐快讯，又系我主持人哥利亚啦。大家见到我身旁呢一位靓仔就知道啦，今次我哋又请咗一位出色嘅音乐嚟人啦，嚟接受我哋嘅访问。而我身旁呢一位咧就系应志月细猫。Hello， 细猫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啊。咁啊，細貓咧本身咧亦都係一位非常之出色嘅音樂人啦。我知道咧，你喺好多唔同嘅樂器上邊咧都有呢個造詣喺度㗎。可唔可以向我哋嘅觀眾介紹一下你首新歌呢？好，咁嚟緊首新歌咧嘅歌名咧就叫做 Ophiuchus 啦。咁其實 Ophiuchus 咧就係蛇夫座啊。蛇夫座係點解呢？其實係因為NASA 咧啱啱公認咗，即之前咧其實公認咗第13個星座。咁我知道其實周邊嘅朋友啊，佢哋都好相信星座啊，會有分唔同嘅星格啊咁樣嘅。咁而我自己咧就會覺得，咦，其實人係咪真係活在呢12個星座裏面嘅框架裏面咧？會唔會有更加多嘅可能性咧？咁所以咧就同監製啊、作詞嘅 Oscar 啊、Tima 係監製啦。咁佢哋咧就傾話，其實應該點樣去做呢首歌會好啲咧？咁樣就想透過第13個星座蛇夫座咧，就話俾觀眾聽，其實咧人咧係有好多嘅可能性嘅，就千祈唔好活在呢12個星座嘅框架裏面啊。咁啊，真係非常之期待啊！係啦，咁你準備呢一首新歌嘅時候咧，前期嘅準備功夫入邊有冇一啲令到你好難忘嘅經歷或者體驗咧？咁今次咧就係一首，今次咧就係一首跳舞嘅歌曲啦。咁就係揾咗阿肥仔梁業幫我排舞嘅，係啦。咁點解會揾肥仔咧？咁啊，因為之前其實十年前咧係跟肥仔學跳舞嘅。咁我諗肥仔老師啦，其實都會知道我自己啱跳乜嘢嘅。咁所以咧就今次特登揾咗佢排舞。咁其實都好難忘嘅，即係個感覺係。佢本身係一個即係由16歲教我嘅老師啦，直到依家會排舞俾我跳啊，咁樣其實都好感動嘅。咁拍攝同天寶導演啊、飛導演啊、美術嘅碧兒啊，大家都係叫做一個好新嘅一個嘗試嚟嘅。咁希望觀眾都中意呢一個 MV 啊，自己係都叫做凌晨拍到凌晨大概。可能夜晚7點開始拍到啦，咁啊真係拍到朝早6點零7點先完，係啊，都辛苦大家。咁我相信咧，當你首新歌推出嘅時候咧，大家一定會非常之期待啦。咁係啦，我知道咧早排啦，你就同志雲大師啦合作咗一個廣告啦。其實你自己咧有冇嚟緊有啲產品啊？有冇特別想去接拍邊一類型嘅產品廣告嘅咧？咁首先喺度，梗係先多謝志雲大師先啦。咁因為真係多謝佢即係訪問咗我都了解咗好多故事啊，亦都幫助咗好多。咁我自己其實呢排都係養生啦、減肥啦。咁當然係啲健康飲食啊、養生產品啊，咩啲護下膚啊、化妝品啊都 OK 啊。最好就全包啦。係啦，最好咩都要啦，有冇啊？唔該。呢一個訪問出街之後咧，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廠商品牌咧主動去聯絡你噶啦。係啦，咁頭先咧，我哋喺訪問期間，係啦，而家大家都聽到啦，外邊咧有好多你嘅喵星人啦嚟到現場支持你喎。咁支持你嘅喵星人，你有冇啲説話又想同佢哋講咧？其實最想跟他們說就是上年知道疫情是比較大家都艱難啦、辛苦啦，咁其實依家疫情相對緩和了，自己都開始叫做有少少嘅成績啊、起步啊咁樣啦，咁希望將來以作品同埋以表演繼續去報答他們，去多謝他們。唔該曬細貓，咁啊今日啦，好多謝細貓接受我哋嘅訪問啦，亦都好多謝大家收睇我哋好傳媒嘅娛樂快訊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咧未來想知道更多有關細貓嘅動向嘅話咧，記得留意好傳媒啊，一定要留意啊，我新動向快啲去睇啦。多謝曬細貓今日接受訪問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